这叫 IRL 吗 ？In real life 吗？哦，真的是 In real life 哎。我开视窗化 ，OK， 好，好，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叫做墙，就是强无敌的墙，没有，不是这个墙，是那个墙，墙壁的墙。为什么？做不来 Studio 发行，为什么叫做墙呢？它的故事背景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你是一个被限制的。你是一个被限制的人，你的任务就是想办法一直敲开了这些游戏当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墙，去接触外面的世界。怎么听起来有点像进击的巨人呢？干，不是进击的巨人是要拿墙挡外面的世界，但是你要敲开外面的世界，你就可以接触到一些 G 什么的公司，或者是 Y 什么的公司，或者是 Red。的请不要把 Reddit 跟 YouTube 合在一起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总之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是一个中国，好像不在，他好像人不在中国了，他在国外做的一个游戏，就叫冷漠，就是就强嘛，大家知道。对，然后讽刺的内容也是非常的明显，我就不提了。在之前的故事里面，听说这个作者有被官方叫去关心一下，不过他有回来发话，他的微博后来有回来这个说他安全没事，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到底是他发的，但总之这个游戏在中国被下架，那你就知道了。怎么玩啊？干什么？实在是不知道。开始喽！WASD OK， 啊，这可以转视角啊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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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、啊、我要干嘛？按一，喂，怎么他接近我？喂，哦。哦，哦，干干干，发生什么事？哦，然后我要到他后面把他敲倒，这样嘛，然后拿走他的钥匙。哦，主要听说日本不打 EDH， 所以 EDH 用卡比较便宜，是真的吗？对，可是如果在 Legends 里面用得到 Legends 的牌就超贵，因为日本很喜欢打，日本打构筑比较多，而且包含 Legends。干，这个移动好智障啊！捡起来，好，我有钥匙了。然后呢，我要干嘛？哦，我有枪了，天哪、啊，我有30发子弹嘞、欸，那我现在要干嘛？我可以继续敲这个吗？这是什么、啊？哦，爸，他抓起来了！这有个，那我拿这个解开了。输入口令。阿克尼纳西，怎么输入吧？我、oh、fuck， 我飞天了！我被发现了，干！干、不能拿枪哎，只能用敲的哎、干，这游戏好难哦！不是好难，估计是我是个智障。那我再继续敲啊！靠近，输入 Wiki I， 哦，输入了，太好了！耶、yeah ，我们获得了 Wikipedia， 敢就这样吗？那我再要干嘛？有两个人呢，有一个有钥匙，有一个没有。哦哦哦哦！
有人被偷，哦哦哦哦，啊干，喂、他知道的太多了。都要偷敲了，可是我怎么拿到钥匙啊？这两个一这样一直转，出现在 ，OK 了，可以钻进来吧？偷钻。多一个 R，我们解放了推特。这可以走，干这不能走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钥匙也拿起来、我没有队友了，干我卡在门上。我需要那把钥匙，我想要拿那把钥匙，这样我可以，可能可以省一波。干两个人都走过来，那你先跑好了。我们有越来越多觉醒的人了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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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不要追我！耶，去追别人！我要怎么样放下这个东西当个小废物啊？我可以这样。哦，哦，哦，他们真的把他敲爆了！干，他人直接就爆了！我干，傻小。我放下，我是个小废物。队列在哪里啊？干！啊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他没有看到我吗？那我应该可以。我想要偷他的那个钥匙，然后走掉。放下，当个小废物，不要被发现。这游戏很隐晦吗？没有吧？这游戏很不隐晦吗？很隐晦吧？你看，他后面上都做蓝的，不是做。对吧？武器就是。哦，所以这里就是保护我的嘛，我可以从这里离开，不会被他要飞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都做蓝的，都没有做红的了。我们要牺牲一只去撞他，然后再把钥匙敲掉。其实我可以把他们都敲倒才对啊，是因为现在伤害太快了。然后把钥匙拿着、然后想办法一直往前跑。哦，啊干！干失败是整个重来吗？从推特开始，从 Wiki 开始。哦，没有没有，直接可以从下一张开始。队列在哪里啊？这里吗？干不是这里。这里吧，这里这里这里。不要看我，我是个小废物，去敲别人。啊！干他转的好快啊！没有，他有一个时间点啊，他有一个那个监控你的时间。超明显的、墙后面都是中国不让中国人用的东西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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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队伍里面。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我在排队了，我在排队了。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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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待这也不行，他还在看我，他要去冲，他要冲你肿他了。去追那个阿马哥。拿到了，然后先退回去。看 ，OK， 开始打墙，这是什么 ？Mark 还有一个人，
他会发现我。啊干会耶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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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好难哦，这游戏我知道好难，是我不知道我要去哪，我不知道去哪才可以完成这个任务，就是我要在哪偷拆，我去偷拆。就现在可以打的情况，其实都是我需要牺牲那个有人去敲他，我才有机会啊，就不要被看到，然后去偷拆。其实最好就从这边打过去就好了，就你这里可以敲开，你一定可以走出来。干，被发现啊！他不让我走，你这王八蛋！好死了！他直接把我们那个卡住。干他他妈黏我，我都已经在队列里了，去追他嘛，去追上面那个。啊干，玩错了。啊不不。OK， 敲进去。我发干！我拿出武器啊，烦呢、欸！为什么掉枪？马哥，能不能设定不要捡枪啊？他的设定就是，如果你做了一个激烈的反抗，你就会被激烈的飞天这样。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嗯。敲开来射墙吗？可以吗？我不知道。干，我第一次玩，我没有在，这不是 IRL， 这不是真实的 IRL。非是不可。但他看到我了，没有，他会过来看到我。嘿嘿，看到我了吗？没有吧。我回去，我回去，我回去，闭嘴！我回来了，干！不要逼我，快去中他，干！管他！我们应该可以先去拆下一个了吧？左上不是还有一个吗？去拆左上那个好了。我不知道拆多少个才过关，或者他有什么过关条件、啊。我只知道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。对不起，马上被发现，干我在里面了，不要逼我，快低头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靠，你看，好多人直接飞天。随着你开的东西越多，你就会出现越多的类队友啊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滚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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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干，我还看你怎么会他喊我，对不起。
我想说我头上直接开始读秒，我说我要飞了吗？干，我没有钥匙，我要去弄一把钥匙来。那我不能在这里被看到，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位置去敲它，去敲它钥匙。Oh, fuck you, man！我回来，我回来，我回来！不要要求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嗨！干，又上了碧池，他反应好快哦！你看那个人直接飞天了，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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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走，我再走，我再走 ，I'm walking，OK、okay?。干，等下这里是有一个，哎，不是啊，这里公安太多了，同学。干，好不容易敲一个洞，那我现在走不进去。好像可以趁他们背面向那边的时候，我捡一个钥匙，然后直接双捡一个直接双杀。他看起来要飞一个人了，拆楼。没有看到吧？哦，我干，不要！干，他妈枪太多了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最大问题是不小心拿起来，最大问题是不小心拿到枪，然后射击，这样过去，过去。可以进来了，耶、yeah, ！头转，但我不是有钥匙吗？但什么意思？要两把钥匙吗？这什么啊 ？U port 啊，不是 U 啊？这不行吗？嗯？哦，可以可以，看。干，这看起来就像 P。H 啊，呵呵，他真的不是 PH 吗？我说的是，我说的是大家喜欢的另外一个频道。我看过的是红色的频道，我看过的是红色的 logo 啊，我是没有看过黄色的 logo 啊，我不知道这么黄啊。来干，不要拿枪，可以可以。然后你现在有越多的人，所以就会有越多的公安要跑出来追人，这样。我们还剩什么？剩右上角一个没敲嘛？对不起，干又被发现。这里还有一个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敲完就结束了吧。对不起，干怎么门口就有一个？不要来追我，干牺牲一个人去换他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想把他敲倒，这样我可以买比较多时间。对不起，干好多人哦，烦哦。我去偷拆，对不起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
怎么这么多柴楼啊？哎，好难哦！妈的，没办法逼低进去啊！干太多了吧？OK， 没事。干那个枪妈不小心都要被打死。U Toby， 剩一个，应该剩一个吧。OK， 干不是拿枪，千万不要拿枪，同学，什么都可以拿，千万不要拿枪。发现了，这不是哦，干哇，枪好痛哦！孤寂，干不要！没事吧？哦，这应该结尾了啦。因为他现在可以，你看他现在可以污染，不是污染，就是拯救所有的人。我们先待回这条线上。可是其实结尾是悲剧，你知道吗？结局是悲剧。玩游戏不用加速器，可能也玩游戏不能不用加速器，可能也还没有这么多破坏。玩游戏不用加速器，我们以后可以跑嘞、欸、哦。玩游戏不用加速器吗？我们以后不提供？也许以后就不提供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每一个点是有一个成就的吗？是吗？但好像不是，我不知道右下角跳了一个成就。这不是东方明珠吗？上海是上海吗？这是东方明珠，我也看不出。啊，这里是台湾、欸，这是台湾吗？台湾只有这个大小吗？是，我们以后的手游不提供一键完成，大家自己加油。不是，它整个游戏一个成就，所以我可以追着这个去，这可以加速吗？干不行，所以我现在先要横越整个大西洋，啊，不是横越整个太平洋。所以到了美国，假设我跑到美国这边，美国是不是有地？应该有每个地方有地标吧？他应该有每个的那个，比方说，哎、欸，有啊，你看自由，对，自由女神，所以应该是象征奔向自由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奔向自由的路上。这应该也是一个成就吧？干！哎呦呦呦呦 ！Statue of Liberty 就是自由雕像。哎、欸，那边还有一个那个大笨钟。干，你这个也太慢了吧？有没有加速的方式啊？
欸，成就了 B band， 然后这个是埃菲尔铁塔，少安的家，Pyramid， 啊，小的没有吧？小的应该是没有。哦，那个是什么？干那个、哦、阿尔汉布拉宫，叫阿尔汉布拉宫吗？哦，泰姬玛哈里，还有哪里有啊？这里再往回就是看到那个啊，那东方明珠塔、啊。他、啊、往欧洲走，欧洲没有干，我经过大笨钟了。西敏寺，哎、欸，干北极圈有什么啊？还有什么 啊？还有澳洲啊，雪梨歌剧院，雪梨歌剧院在哪、啊？雪梨歌剧院在那个方向吧。我现在在往南边跑、啊，我到南极嘞、欸，那边是南极啊，那个、欸、在哪？这是非洲吧？非洲又在哪？那马达加斯加那个小岛。啊，不用怕啦，这个东西教是我们地球是圆的啦。南美洲，左上方不是往南极洲哦？对哦，我们可以跑大圆。那是印度吗？南极洲有成就吗？没有，阿哥，南极洲好丑。哦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雪梨了，哇！请问各位同学，雪梨哥，请问各位同学，澳洲的首都是哪里？是堪培拉。再来往哪、啊？北极圈有东西吗？干，北极圈应该没有东西吧？又回来啦，左下那个是日本啊，然后这里是渤海啊，然后这里是东三省啊，辽宁告他黑龙江，俄罗斯看看，俄罗斯没有东西啊，俄罗斯在这啊，俄罗斯没有东西啊。好啊，极圈到啊，极圈航线，去美国最好都这样飞，是都这样飞吧，飞大圆这样上去啊。去堪培拉，没了吧，应该没了吧，我逛完了吧，看一下成就列表就知道啦。恭喜你已经解开半八斜线八，哦，已经解开所有成就了，好，没事了，下班。你有离开吗？我退出。有难度可以选吗？没有，静音退出，重置进度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这个游戏是一个这游戏是一个，你等一下看 VOD 啦，反正 VOD 很短了、啊。官方有说、欸、你要退费可以退费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用退费啊，这玩意才61块钱台币。刚公布一张战士新卡，让我看一下哦，我看到。